Hello，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雨枫叔叔，欢迎收看洞窟物语。那上次拍这个影片的时候好像也又一段时间了，哎，这样不带都不行啊。然后我们还记得上一次去了蛋之回来，然后最后被两只小飞龙给打爆。那我们今天就要小心点破关，步步为营，还有小心头上的各种监视。去死吧，苍蝇怪！大只了！有一只小飞龙，等他喷完火，好，解决他。哦，差一点，把他练一下其他的枪。哦，小心头上尖刺！根，幸好那是比较小根的，不然我直接插脑袋就直接爆炸了。好，到克苏鲁的住处，好，小心这个可怕的石头掉下来压死你。哎呦，然后我这也可以打爆。并不是。哎，是不是算了？太可怕了！哦，各种机制。哦，先躲进来。哇，好可怜，直接就这样被插死。你看，不好好躲的下场就是这样。你怎么跑不上来？概念？哦，我以为他爆炸了，幸好及时干掉他，不然我真的就废了。我发现他们可以在背景后面飞来飞去。所以其实他根本就不是背景，说好不是背景的，我是放一只，我是不是放一只苍蝇？来吧，等他喷完火就上去了。不错，我换这个。嘣，怎么又被查到了？耶，我超强金迷你卡最强的男人。看来是下面。哇，我这血量是打不赢了。帮我们存档点。哦，看到一个，类似存档点，可爱的，可这个就是打小 boss， 哇，好吧 ，go， 有别人有洞可以先跑掉吗？无法出去，什么东西？不要，我就三滴血，不要。
我这样掉下去啊。可以。烦。主公刚刚那样好像是打得赢的。我需要先把我的秘密卡神都练好。前面不要扣他就行，不要扣他就行。我走下面秘密通道。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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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那个过来了，他妈一堆史莱姆。呜！还躲在那个招牌后面，不太理解。小心走位。嘣嘣嘣嘣，好上去。然后练一下别把武器。OK。可以按了一下。哎呀！够够够！哇！快通过！快通过最可怕的地方！斯克鲁，嘣！OK。唰！各种掉落，快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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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差点没插死。哦，没吃到。好，我觉得错了。走下面比较安全。虽然说有一种一堆很怪异的会穿隔的 boss。不是 boss。Yeah。OK， 换秘密卡神之刀，我现在血量非常完美。哎，差点又被真个秒啊！哎呀，吐啊吐啊吐啊！算了，来吧。我错了。不要给我吐！不要给我吐！不要给我吐！吐屁油，吐屁油！哦，他嘴巴开开，帅，
耶，干掉飞龙姐灭了。不过幸好有给我存到你。只是竟然不能跑出去，真是太扯。哦，没想到一出来就有那种超表的表人戏剧。看来是因为什么崩塌原因才变这样的吧。哦，什么？把咪咪卡神之刀练出来。哎，这死路！嗯，有关系。哎，不不不，应该先进去存档。点一个完美的存档点。没想到这两个存档点设那么近，然后龙那边却不给我放存档点，真的可恶。画面上显示的文字，图画已经成功。是谁在那边？原来是你啊，没什么事情吧？这里除了我以外之外，没有别人了。你前往山区之后，我就赶快赶来这里去吧。离开此地的途径之后，米丽莎出现了，她将树给带走，不知道也不见了。我是最后也获得花的种子。啊，并没有责怪你的意思，我是得到皇冠那一刻起，就已经决定他的胜利了。要做出秘密狂飙化秘密卡金团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，现在变成这样也不是你阻止得了的博士了，已经不可阻止博士了，只能逃跑了吗？如果有黑龙在就可以逃出这座塔了，就是这样想着一个人来到了这里。看来飞龙也已经正常孵化了，他有没有一个蛋有吗？大家记得吗？要一起逃走吗？感觉逃走就是 bad ending 啊。没关系，我是机器人，我就要来拯救世界了，是吗？其实有个方法能让狂妄秘密会恢复原状，就是破坏这座岛核心。但这核心被破坏啊，说不定引起这座岛的崩坏，是个相当有威胁的选择。哎，我们就是上一局才把核心干掉了吗？如果也不知道核心的所在位，我会在这里等到你想要放弃为止。如果有什么危险的话，你直接可以离开这里。哇，那么好！哦哦，这什么？好可爱的龙！飞啊！不会这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后面怎么有一个像鬼魂的奇怪的生物？哦哦哦哦！Go 师妹，哦，这应该是白的吧？哦，我发现他们的重力现在目前是往左边，所以东西都会往左边跑。哇，这太彪了！这是这个沙鳄鱼。不要再丢啊！
哦哦，飞不起来了。来啊来啊！好，下面有一只。死没死没？哦，死了死了。哎，哎，哎，哦，哦，那个上坑好危险啊！啊，我想要有经验值，我这样才能做出升级的。哦，又来了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耶，可以飞了！太多只了吧，大哥！啊！哎，嗯，太可怕吧！哇，那个像螃蟹的生物好讨厌啊！存档点呢？存档点，我需要你啊！哇，有存档点了！哇！不然害怕。咦，不要杀我！我是人类，我是被魔法变成米卡的。嗯，什么？不是杀人机器人啊？这样出去出去会让人很吃惊的。难道你是救世主？哇，变那么快！对，我现在拯救你们了。忘了就破掉这款游戏了。我名字叫做伊藤，是来到这个岛屿了，也救了其中一人。被那个叫做米莉杀的变成什么样？好不容易逃出来之后，就维持这回模样。真是惊天人啊！你是外面爬上来的吧？是有个才华的工程师啊，啊，不对，他是有个才华的工程师，但是他却有去工，哎，还记得前几集人家说要工程师可以修一个传送机器的样子啊，早知道会变成这样，就不要来经过岛上。哎呦，你可以帮我修东西吗？哦。看到各种疑似小兵的生物，来吧！哦！靠，泡泡枪防护罩。是谁？哦，哇！不要放东西，不要丢东西。什么？有好多秘密卡哦，还有个还有个乱丢东西的人，还有一个叫乌龟的头的生物。这世界真奇妙，不然很好，有个休息所。哎呀，是不是在以前见过面？我是住在秘密卡的单位啊。
我是被名誉下带来的，还是不喜欢在田里工作？为了转换去，我决定去钓鱼，喜欢钓鱼。哦，他就钓鱼那只哦。就你这样跑出去没问题，来救谷。那、哦，他们米卡都奄奄一息了。就那个还可以，就那位很奇特，还可以很轻松的想要去钓鱼。嗯，没东西。有不习惯下去的地方。哎，这过去。很好啊，没什么。可爆、哦！就设计左一步摆个补血品之类的。哇，要再打一次这怪。乌龟的头生物。哇，这是怎么特别过动？这什么农场啊？啊，刚才他们养的就是叫咪咪卡来帮他们种四枝花的吧？哇，二号牢笼，哦，看起来这就是一个隐藏通道。嗯，好，管他的，冲啦！不错哦。怎么在哪里？哦，原来是草丛区。嗯，那你可以。好，那这集有可能就录到这里啊。那希望我影片的请点个喜欢，喜欢我的请点个订阅，支持更多影片，支持更多动态。我们下回见哦，拜拜。